日月潭茶文化推广协会新春潭拜活动，特别邀请会员眷属一同参与。一伙人首先搭乘游艇环游到码头，听取该地渔业生态，并由茶艺师展演茶道之美，最后由小小泡茶师接棒，象征茶文化的传承与永续。2019日月潭茶文化推广协会新春潭拜有别以往举办模式，特别选在日月潭上举办活动。由于会员眷属报名踊跃，共搭乘两艘游艇，沿着湖岸认识日月潭之美，也难得在码头上举办茶艺品茗。因为是第一次尝试啊，在这个有点漂浮的那种地板上面吼，感觉还蛮新鲜的，然后茶又很香，特别好喝，一定的啊，因为山光水色嘛，加上那种日月潭的红茶这么鲜艳红，这么鲜红，这么漂亮的颜色，那心情更愉悦。将会员呢带到这个日月潭的湖畔，然后来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新春团拜。那我们呢现场也带了很多的这个桌子，用我们的这个日月桌，还有我们的茶席、茶艺师，那今天也有小小泡茶师做一个传承，这样子让我们的会员都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在茶产业未来是更有希望的。活动也安排当地的特定渔业产销班班长赖福琴先生导览解说，并体验试手网活动，让参与者了解到日月潭的渔业生态与管理。日月潭目前大概的鱼种就是有那个总统鱼，我们现在这边有青鱼、大头鲢，这种都是比较属于本土种的。然后现在外来种就是红魔鬼、珍珠石斑，为大宗。那最重要，我们现在这个箱网是作为富裕奇力鱼啊，跟总统鱼的基地。作为保育富裕的基地这样子，然后兼做传统渔业文化体验，让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然后从小教育他们不要乱放生。当天茶艺师准备在地的日月潭红茶，现场并由瑞筑国小学童来执壶，让茶文化得以传承延续，也难得体验在湖光山色的美景中。真欢喜，咱日月潭地区会使成立一个日月潭茶推广协会，将咱日月潭红茶推展到咱的台湾的各个角落。咱嘛希望讲以后会使推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咱的日月潭红茶在我们台湾还是在全世界可以发光发热。泡的时候就慢一点，蒸的时候也是慢一点，这样可以让小孩子静下心来，学习他的专注力。小朋友学习另外一个红茶的领域，因为我们本身学生是在竹山这边，那接触的都是乌龙茶系列的一些茶品，那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触到红茶不同的一个风韵。日月潭茶文化推广协会致力于红茶文化的扎根，该会理事长林惠美指出，借由茶艺文化的交流与推广，将在地的好茶推荐给大家，也让